News 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习子琪。其实我自己慢慢的想要往老师的方面，自己讲出来都觉得很好笑。造型也很适合，因为我们其实有团员，就是有团员有一个蛮厉害的老师的歌手叫做 C Holly， 然后他其实蛮想要帮助我走老师这一块的，对。那我当然是希望可以继续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模特跟平面。我高中是读表演艺术科，但我大学是读大众传播，还没毕业，就是真的是很难抉择。如果我现在真的有个很好的工作机会，比如说女团可以继续往下走，或者是我的演艺事业有很好的发展跟未来的规划的话，我是会愿意。那个课业这边，我会先愿意暂缓，因为我觉得机会只有一次。就是在这个节目前，我本来真的是想说，我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完就过完，我没有要继续。对，然后是刚好这个节目让我又重回我的这些热忱，不然其实我已经没有太大的热忱在这里了。所以我才会去大学，才会去读大众传播，因为大众传播想要学一些幕后的东西，我觉得至少还是跟这个圈子是相关的，我不会离太远。那我也可以目前沾一点，幕后沾一点，那我就都懂，知识都懂的话，就算我之后在目前有好的发展，在我就是我之前在大学学的一些幕后经验也有帮助。条再练一下，就算在目前是从事类似相关，就可能拍戏啊，就是幕后啊之类的，或是自己创，就是幕后也是不用举证，就那个凤男，